来，大家睡好困去啦。师傅，你回来，安怎？有抓到啦，好无？师傅，你若无讲话，袂死啦。哦，伊意思是讲，好特别是中气啊，唔那是鸡灵抓无着，搁起来较大只拉，又抓去啊。哦，伊就是安尼啦吼。 你看，到尾唔是我哦，我吼，敢是遐尔袂看张明讲话的人？哈，两个拢莫甲我提啊！阮也天下霸手呢，恁怎么无看到恁福鼎姆妈安尼心情歹，安慰的话一句都无讲，佫拄啊五四三讲个几大堆啊？是吧？哦，停停停，刷刷去，刷刷去。好，反正吼，咱应该找无，应该找，拢已经找透透，即嘛上可怜。 对，迄只嘛会了啦，拄仔伊无别人啊啦。是啊是啊，这我知影啦。啊，你做你放心啦，阮老兄弟失踪以后，我会负责任甲找出来啦。啊无吼，我看安尼啦，我先转来，甲这件代志讲予阿爹知，再搁来找你参详吼。安尼嘛好，安尼嘛好。啊，就谢谢你啊。 阮老爷子安尼无代无志，就来失踪去，啊到底人是去倒位啊？阿娘，林氏啊，安两蕊目睭安尼金金甲我上，是想我安怎？是感觉我今日较古锥少？啊哈哈哈！我知知你啦，恁有代志要问我对无？哈哈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 右手来走，啊，无事退堂。黑秘书，哟，大佐右手要开走。师傅，我敢真正像你讲安尼，伊甲破手。你手出出来，脚举起来，我看卖。嗯，好脚好手，若即款的哦，保证你爬山路海哦，拢袂去摔死啊。啊，若是讲你猪脚破手哦，是咧讲你安尼哦，啊，自作聪明啦。 啊，想了想过，这样，知影无？无代志，先别开，小我，我哩。啊，对了，这件事。嘿，拄则高亮从乡长来问我，琉璃仙境的代志，我是烦恼吼。嘿嘿，啊，你若烦恼，啊，顺便麻烦对去看嘛。琉璃仙境在眼前，身在琉璃不现身啊，嘻嘻，时时飘飘开。 细细动念，一瞬间，刘清楚无？这件事，我无参加，甲你意思呢。嘿嘿嘿，无要紧无要紧，到时阵哦，你自然就会了解啦。啊，国良啊，有你甲保护，我安啦安啦安啦。阿达，无代志啊？好嘞，我来，我来。明啊，我哩，要问啥？这件事，嘿，我无代志要问你啊。你，啊哈？ 哎呀，乖乖乖乖，正乖正乖，正乖，虽然讲你是真糟的啦，也不过比人家查甫哦，够可怜情。嘿嘿，哎，明哥啦，阿姐哦，都是你的优点，你爱听。哈哈哈！哈，哎，安尼我就放心了。哎，阿达，那这，有，好好，顺利顺利顺利，小弟弟，我。 我吼有一个问题吼，想要问你，想要请教你啦。什么代志？做你嘛？哟哟哟哟，哟，够想臭屁呢啊！啊是讲要问大声啊，细声？我当然啊大声啊！我安尼哦，哈哈，高粱神啊，咱借问你吼，自从你来灵温室做和尚了后，啊西卡钱唔知拢总压偌济吼，啊那还要上济吼，拜托个。 摕一寡出来本者，做一寡功德的好唔好？啊！笑死人，真哩！讲到钱，咱来挂吧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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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姚母，我是叫你去找新凤娘，不是叫你去游山玩水，哪需要什么理由？
阿秋，得由你负责去甲明月抓住。是。秋华，我要去一个真远的所在。对了，阿先生，是毋是应该请你有闲的时阵去夹家，帮我娘过了好无？这无问题啦。那是讲，你讲要去真远的所在，还是偌远？我要去凤来山峰，一早起可能要十五公才会回来。哦，这不止样远呢，路上你要较细意的。我知道。对了，阿先生，是毋是应该麻烦你？用这安心保险替我交予秦宏叔兄。哦，这无问题啦。先生，多谢你，我先来走。一路上较细意。我要把事情定下半手，安公主，你即撮去哦，就由我福国来保护你。我保证你绝对是快快乐乐出门，平平安安回去。拄到我吼，算你顶世人有小好休啦。头头拢无看咧，小平啊，你看得还好不？无啦，我无看咧。兄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一哭了，一哭，啊，规人结规球，较笑的啊，望一个面啊，未输苦瓜的。苦瓜？嘿啊，你哦，你看你啊，你看你啦，迄巴肚一啃哦，哪未输死鸡嘞？单独一讲哦，迄是啊，瘦到无饭通食，我第一哦，就破你只死鸡啦。兄。你是安怎啦？我人我是看你心情无好，啊！你讲一个耍笑咧，啊！生气个安尼。你食饱困啊，困饱食，逐工哦，十二时辰啊，拢唔知即马时机歹歹，钱歹赚嘞。即马哦，连休个，迄添油油个钱哦，都一工比一工较少嘞。是啊，啊！你是为着这营养个代志在烦恼，还唔只简单？你会记袂？咱顶斗去做发花啊！哎呀，晚会哦，是毋是讲赞助咱营养？安尼到今也还袂起，安尼规气哦，来找伊讨就好啊！这些哦，
我敢搁需要你教。你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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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你哦，搁较巧一丝丝我尔。师妹啊，我听你安讲哦，我实听袂出你毋知是伫遐娱乐我，还是伫开我呢？奇怪呢，啊，我是走去倒啦。想要哦，叫伊去哦，家己王维想要办法会文明，都走到连人影都无看呀。哎，哟，老莫变鬼！哎呀呀呀，讲了，啊，你是讲什么都无看，是银两拍片哦。小弟弟啊，你有叫阿华去做无？我哪拢无看伊啊。嗯，无咧，嘿嘿，也想到你，啊是讲哦，脚是离伊身躯的啦。啊，伊若要爱去倒位，啊就去倒位啊，我哪有法度啊？啊，你找阿华有啥物代志啊？阿孙兄哦，特别叫你家夹文会哦，迄收银料呐？哟，哟，是安尼啊！你哦，赖正搞的呀？你甲阿华拢同款呢？你讲我甲阿华同款？嗯，唔免啦，有啦，我是生得较大颗呢，不过嘛食果水呢。啊，若论外表甲身材哦，哎，你也无好同啦。哟，我是讲哈，你甲阿华拢唔知好歹，同款白目啦。哎呀，高亮，哎，这句话我哪敢常常对阿华讲呢？小弟弟啊，做唔知影哦，最近哦阿华怪怪呢，你嘛要加注意一点嘛。敢无倒位怪怪啊？无彩你哦，做人事做遮久啦，连到底的心情哦，你拢完全无了解哦。啊，若讲了解吼，我对阿华上了解啦。伊也算唔知咧卖双股，我干咪低卡半手。哎，你阁真正有了解呢？安尼哦，你就爱开盘道理给伊听啊，稍甲关心一下啊。哎，也好受了你啊，我是哦，有时不刻拢咧关心伊啦，是伊家己安尼哦，后知后觉，不知不觉啦。啊，不如啊，我就放伊去外口吃苦，安尼要大汉较紧啦。郑连叔，郑秘书，陈梦，你有看到平安无？透早就看无伊安尼。哎呦，你这嘛真奇怪呢，迄人咱一个一个拢无看，还是讲走一堆哦？哦，阿弥陀佛，迄世间人拢是看袂破情之理啦。大弟啊，你看，咱哦拢免为着身躯边仔的人吼，伫挂心呢。哎，无咯，孙兄，你讲着唔对啊。譬如讲啊，像你啊，你若是艰苦病痛，若是人无闲，若是巧伊啊，我嘛替你作烦恼，烦恼的呢。你又搁破，我搁来破。好啊，我卖吵卖吵。阿福也无滴哦，恁两个哦，同款遐尼搞话啦，哎呀，请我来，哎，这是免我那留伫个房间的被啊，哦，啊你看麦，这不是免我下一句啊，这个错，哎，这张被不是，知影就好，唔免讲出来啊，不过我可能有影。这点哦，做你放心啦。我伫宾馆内身上哦，下一道好心来个保护啦。颠倒是你呀、啊，我唔是叫你走一段风来山去证明我给你的任务啊。是安怎你到即摆还袂出来？是，我想去。哈哈哈！还是讲你要出发之前哦，先我的阿先生呀，安国良讲有一项物件要给你啦。哦，哈，刘老师，哈，今日有啥物所在需要我注意？欸哎，这段呢虽然讲吼有惊后险，嘛都爱经过重重的考验啦。啊是讲，安啦，无死啦，生死就生死啦。啊，你做你安心，做你去啦。了解，好，安留下去。好，不是，较注意啦，啊。小姐点啦，啊！你刚刚讲啊，这么遐恐怖，啊是做危险的。哎，小姐点啦，你是倒一条神经线搞不完啊？刚讲真正危险，你搁好运气哦。天地之中哦，自有定数啦。有我所能呀，也有我所不能呀。哎，恁两个，你还搁点点菜刀架创啥？你唔是讲要去甲叶文辉收银娘啊？我甲你讲啦，较紧去咧啦，上班去，等下恁就收我。啊！对，听我袂记咧，这是上重要的代志咧，都免惊，等下来收。好，来。哎，阿大今嘛是袂安怎咧？
我们爸母的，甲因水某代志拢还袂处理完，啊，是嘛代志啊，一件啊一件一直来啊，我实在有影哦，目睭金金，人相着。啊，土地讲一个出代志哦，啊，土地无咯，雄雄找咱兄弟啊来，这绝对无好行的啦。 是啊，因阿爹呀，有手啊，头好找啦，伊唔去找啦，一定爱找咱兄弟啊，袂当拍到日头的人出来找啦。啊，虽然这届大王有予咱电量有咧护身，啊，唔惊日头光啦，啊，只是日头若还袂落山吼，啊，咱兄弟啊发力就无法度好好啊发挥啊咧。就是讲，这一定是小姐姐出的主意啦。调工哦，要安怎创治啊？安尼哦，一声就惨啊咧。 土地婆一定知影讲吼，咱西龙土地公去找迄只尖嘴鸟，啊，唔只啊，就叫咱兄弟啊啦，袂北干的货。我看咱不如变一个理由，将这个责任吼撒去予小细店啦。嗯，<笑>对啊，啊想袂到吼，你人瘦，啊脚大板，啊板了，我当想个这么赞。<笑> 我就想到你细汉的时阵，去偷看咱西城区，啊，互咱掠去拍尻川，啊，拍甲一个面哦，带黄酸。好啦，啊，要讲哦，大家来讲，你细汉哦，去偷人过啊，目睭花花哦，拄啊看到菜花啊，变甲滚滚哦，摔落来变做鸭蛋花啊。呀呀，赞赞赞赞赞，讲了有够精彩，安尼好，换你，换你，换你。啊，你嫌我矮。 小姐姐啊，啊你什么时阵变出来伫这啊？啊，我就伫咧远远的所在，就听到恁两个兄弟啊在咧互相吐槽啊。我也是专工来做公亲的啦。好，我拢嘛为着你啊，阮兄弟哦，快直接咧吐槽啦。等下，讲较好势的呀。哎，明明是恁兄弟啊出卖我呢，啊，佫好意思甚物？这为着我，讲甲遐尔好听。啊，阿伯，啊恁两个。 啊，来遮已经来到这里久啊，我甲你讲，阮嫂啊伫内底，唔通互单身久，单身久哦，恁陪在我爸家安尼哦。嘿，行，你吧。嫂啊，嘿嘿，人我甲你带来。那你在办啥？我问你，找着阮阿爷了无？哈？无？佫敢来见我哈？早就讲过了。 我吼，即摆就来找杨总吼，叫你认真。是啊，拜托个人卖用啦。阮的认真吼，替你去查吼，那个白猫的啦，安尼唔好啊。替我？拜托个，袂输跟我欠你的。哎，阮缘投啊，阿无去哦。恁若有这认的，若不是恁两个人失职哦，回家把药照去，阮哪会无去哈？这点，这点的，你阿准讲恁两个外家，我嘛无希望吼，代志变成安尼。嘿啊！我甲恁讲哦，阮白猫若有三长两短哦，恁两个就在一起。